今日係第二節嘅東張西望，首先睇下東張西望紛紛選嘅最新投票走勢。想問下大家，你最希望街市增設邊項服務呢？暫時嚟講，最多人揀嘅係 C 送貨，有41%。科技咧為我哋生活帶嚟好多嘅方便啦，咁就連街市都升咗呢啦。咁究竟升咗呢嘅街市同以前嘅街市有咩分別呢？智能電視、智能電話，大家都可能聽得多啦。但係街市點樣可以變得智能，令到商户同埋街坊都可以受惠呢？呢個位於馬鞍山嘅街市引入咗多種智能元素，例如運用咗 LED 燈去減少用電量，同時又唔會釋放咁多熱力，慳翻唔少冷氣噶。場內仲設有免費 WiFi， 方便市民隨時上網。另外，街市引入咗全港首創嘅付款系統，每一檔都有嘅。呢個一磅積付系統可以方便商户同埋市民噶，原因係只需要將一啲貨物放上個磅上面，就以呢一個18蚊嘅黑提嚟計算啦嚇，咁我哋只需要撳18，我哋就可以見到嗰個準確嘅磅數同埋價錢，一目了然，咁樣就唔怕呃稱。嘟一嘟就俾咗錢，唔使抄散銀，又唔使找錢，方便快捷嘅。每一區擺賣唔同類型嘅貨物，避免交叉感染。另外，每一磅都有專用嘅圍欄，咁啲貨就唔會咁容易碌到周圍都係啦。呢度行得舒服啲咯，冇咁逼，冇咁逼咯。其他街市好逼啊，因為好乾淨、好整潔啦，又多嘢買啦，又優惠啦。店鋪仲可以參加食物回收計劃，令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受惠。就以呢一檔為例，每日都會捐出7至8籃菜。而另一檔嘅檔主麥先生亦都好滿意街市嘅轉變。我哋用咗電腦系統咧，公司咧嗰個管數啊，各樣嘢咧都方便咗好多，又知道邊啲貨好賣啊，有邊啲貨好可以令到啲客户好中意啊，同埋咧啲人客咧過嚟嘅時候咧嗰個感覺又好咗，所以自然啲人流都好咗好多。街市除了推出積分卡俾客人儲積分換禮物之外，仲有唔少嘅貼心服務，希望吸引家庭主婦以外嘅年輕顧客。現今世代咧，好多小朋友都唔願意去街市，咁所以喺我哋嚟講咧，我哋喺管理者會扭波啊，會俾下貼紙佢哋啊，咁啊希望咧嚟緊新嘅一代嘅小朋友咧，可以熱愛翻去街市買餸。有利於市民的服務當然要大力推廣，咁至於不良的嗜好就要努力戒除啦。